来咧准备落去哦。这个树叶内面的人吗？嘿，对对啦，烤羊要问较济啦，为着我烤你水，我烤倒了啦，唔知要创啊，就烤就对啦。哎，烤到就凄惨啊！你还想讲你即摆你倒不死啊？你怎样？所以你来烤啊，就凄惨的。啊！过来啦！你是白痴，阿无啦，我意思是讲，迷信宗庙
是要撞阮老母哦，然后骂阮，就是骂尸体。误会啊，误会啊！我来讲，阮都怎么跟他落台嘛？太济啊，那么强，你赶紧离去，赶紧离去。没勇气。好啦，太好玩了。我那是走了，阮来二姊妹，阮都无钱啊！你个跳楼没搞掉？你走啊！好。你真正一个无公德心，一个无良心。看到阮姐妹啊，闪人，阮奄奄一息，讲你足久无食饭啊，感觉歹，甲阮收留，讲你无亏欠，怎么干呐？我问你，这个世界有啥物路用？不如你死，我的卡表来死。哎，小三妹，小三妹呐，啊，我没有死，你没有死哦，好了，你来歹甲我收留，哪来是我问你这个世界都无路用？我规日来去死啊！没有什么死老婆啊，死累了，死累了，我把你冤枉掉，我没给你好冤枉，你管着我空闲的头都肿起来吗？啊！阿你都无教你啊，快点把你跑完肿起来再大你啊！你干嘛干嘛干嘛？小姐，小姐，请你认出我心肝。啊，阮两个姊妹啊吼，啊，着因老母讲死去。啊，不啦，你听，恁老母着阮老母，阮两个老母死去啦。啊，做一部新人出来，希望你会当甲阮背起来啦。你熟熟啊，背就好啊。小姐为何不良心？阮爸母来死，你却甲这欢喜。无啦，我只要听到你的聪明，你嘛咧好啦。大哥，你看。这就是吼，天公命瞄准你了，我想要靠命来死，靠一个嘛未死。为什么你要搞早三更话你去搞？你看，我想命嘛你去搞命啦，你命啦！哈哈哈！你咧搞啥啦？你看伊嘛整一个这大碗呐！你干嘛要救？我够破的，你看，伊讲个这么轻松，伊比你讲个轻松。伊就小姐，你的布袋兵呐。到底是要救我，咱拢无人要管。我当然是讲要甲你留啊。小姐，你为何搞个这么轻松？有啦，你别演技好，你乖搞个安尼无？等你等。好。那你是就这小姐，你将我传到到你的家中，有啥物代志爱阮做，你都尽量甲伊讲，伊都袂晓做，你知影无？我的身体自细汉，就亲像林黛玉，我若少做，我就破病，啊，佫袂要紧。我妹妹亲像买医送医同款，我就算坐伫边仔看，伊一下说做两人份的，你要记做，你知影无？哎呦，真的哭起来，你讲啥搞搞？你怎么要收留我？不要紧啦，你看伊这么可怜着，嘛无路通去啊。你带一个就好，莫带这个啦。真的啊，你若无想看卖，迄布袋兵吼，我真会用拍拍拍面的。我会使甲伊绑起来，你妈。好啦，我已经讲要甲伊收留啊，我唔知影你两个。